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元佑姐 Studios 每日 Pumi， 早安早安，好好，那我们上一集玩到从死城跑到人家的公寓里面，那接下来在公寓里面我们会遇到就是跟我们讲就是要拯救他的人吗？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继续玩下去。那在游戏开始之前，欢迎动动手指订阅我，还有帮我点个喜欢，或是帮我分享一下，都非常欢迎。那我们开始哟。那我们要，我们可以再回去吗？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是谁，感觉好压抑哟。窗户打开是人家的墙壁，然后还正对人家的那个，就是冷气的那个风扇。这一间超热吧？这样，还有冷气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一间不知道租一个月要不要3000块。好恐怖哦！这种地方住得下去吗？需要帮助。资料损毁。需要机体，嗯，你看，哦，结束了吗？好耶！可是，这感觉像很久没有住人了。抓手手，抓手手。猫咪都要会抓手手，那好多电脑，这边还不能走。这个在这个世界是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吗？啊，到处都是摄影机。这要干嘛？这是电池，哦，这个，哦，我要找电池的意思吗？那其他电池在哪嘞？上面吗？电池，还好还好。最后一个在哪？你知道这边的电脑萤幕？这种非常厚、非常厚的电脑萤幕，大概是有没有20年了？对啊，有没有20年了？那个是我小时候电脑刚出来的时候才在用的。有个电池在哪里？哦，我找到了，原来在这。呀，哦，有秘密通道。哦哦，这是一个人吗？
是电池吗？我要放到哪里去？咬东西不能叫，这个。这是 3D 列印吗？想要对我这只猫咪做什么？哦，没电了。你是在讲啥笑？成功了，我自由了，谢谢你。我不敢相信我的摄影机洗成有一只猫。我不记得我的名字，我的记忆似乎损毁了。我被困在电子网络很久了。我知道我替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位科学家工作。你暂时叫我 B12 吧，我的外壳是这样写的。啊？洗成很危险，但你似乎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我们离开吧，跟我来。不再孤单。那把钥匙可以打开门，这我记得。我帮你拿。很好。电池快没电了，过来这。你得背着这个。我现在是家猫的意思吗？啊！哦，躲在这边。他现在走路变得好奇怪。这个背包是为你这种小型四足动物设计的，背起来不舒服吗？没关系，你会习惯的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习惯它？我已经钥匙数位化了。OK， 很简单。如果你对某件东西好奇，可以拿给我看，或给别人看。如果我们遇得到任何人的话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他居然叫我要习惯这个东西，真的是，我可是一只。就是没有人圈养的猫哎、欸。使用的物品。二。那什么手电筒啊？自己站有手电筒就很恐怖。走吗？不行。电子，我没有密码、啊。密码去哪里？3748。有了。
这个地方。远处那台叫电梯，我想它很重要。我知道我们得往上走。我们要往上走。啊，这边是一个很巨大的地下广场。哇，好可爱啊！这就是未来人住的都市嘛，就是他们都已经住在地底下了。很多地方已经就是感觉已经不知道是树还是某一种生物，有点恐怖，像是一种肉。我想起来了，外界。我感觉我去过那里，你是从那边来的吗？我答应过某人我会去那里，我答应了谁？壁画就是照着那张明信片画的，带走吧。我的新的物品。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记忆？他们是怎么来的？继续前进吧。哦，3% 的记忆。走哪里呢？未来人都是这样通行的吗？安全区。这里一点都不安全啊！这里哪里安全了？这边一点都不安全。哦，有人呢！贫民窟，已经到贫民窟了，这么快 ？Hello， 你是机器人吗？你要拒绝我？我是这么一只这么可爱的猫，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为什么你们都要躲起来？你们不是应该膜拜我吗？对啊，你们不是应该膜拜我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躲我？我跟传染病一样，你是守卫吗？干嘛？你要对付我是吗？我看起来这么无害。有自己的语言。你不是 Junk， 我们不熟悉你这个物种。我们村庄欢迎你，只要你不吃任何人。哦，原来是你们没有看过猫。猫才不吃人呢，除非你给我们肉。可是看起来你们身上也不像是有肉啊。
咯。那你迷路了需要什么吗？展示明信片。哦，是一张外界的照片，可笑。这台电梯不能运作，大家都知道，要离开这里是不可能的。外界者例外，为什么？但他们都走了，只剩下某某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试着跟他们谈谈。但他放弃尝试离开了，这样最好。他住在那栋有橙色霓虹灯招牌的高楼大厦。哦，变得像日文。你可以随时叫我，我很乐意帮忙。守护者叫我们找某某，他在有着橙色霓虹灯大型招牌的建筑物，但他是我们离开这里的唯一线索。抓抓抓抓！他们在这边睡觉。展示，请不要用奇怪的图片打断我的冥想。为什么要去上面？那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某某有那些像这样的照片，你给他看了这张了吗？你真的以为能搭电梯？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东西运作，而且我明天就374岁了。多美的梦，可惜只是梦。你吓坏我了，我们以为你是 Drink。 哦，非常漂亮。他们感觉像是僧侣。Hello， 我们很幸运有这些物品帮我们抵御俊可。贫民窟面临各种威胁，要做好准备很重要。我们有时会碰到像这样的假照片，全部都在讲外界。我想这个梦很美。看看那些藏在垃圾里的宝贝，天上掉下来的钱，或总之是从某处来的。蓝天，你能想象吗？我就是从外界来的啊，猫咪耶。你好，我是市场的商人。你给我东西，我也会跟你作为交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一份乐谱，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的杰作。这会花费你一罐能量饮料，不能再少了。抱歉，我不接受这个。这是一组电线，市场上最好的。我想用它交换一个超灵清洁剂，这是我能开出最好的条件。这是古代的遗物，是我们祖先才华的证明。这会花费你三罐能量饮料。市场，说是市场，就走一个人。好啦，有买卖的地方就能称之为市场，可是应该叫商店会更贴切一点。我照顾植物，人类对植物做了很大的改良。现在他们需要很少的光，我只浇了点水，他们就长大了，真是了不起的技术。你想去外界？祝你好运。在我看来，那是天方夜谭。大家都对外界不感兴趣，而是说他们觉得自己不可能跑过去，就是不可能离开。我把它留在街上，第二天俊可就把它吃光了。真是疯狂，对吧？他们什么都吃。又一张外界的照片，带着东西快滚吧，全都是胡说八道。
你老是碰上各种怪事，朋友，我不敢离开我们的村庄，太危险了。再说，只有守护者能打开那扇门。这张照片很美，很假，但很美。大家都不相信，外面有蓝天跟白云。交易店、超龄洗衣店、奶奶服饰跟城市设计。你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俊，至少从远处看来是这样。他们外表和声音都很可爱，但别被骗了，那些东西会咬穿金属，很恐怖。这就是某某一直在说的外界吗？这是酒吧吗？你想要什么吗？你想要什么？蓝天的啊，蓝天的神话，美丽的概念。哦，这边在漏水。进来吧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哦，一张外界的照片。某某是个神话的忠实粉丝，你应该把这个给他看。他的公寓在这一区的最上面，橙色的霓虹灯招牌那里。我们可以到楼上吗？回响，他们真的会吃这个吗？他们原始设计不包括消化系统，或许是因为他们模仿人类进化了。你觉得我们该吃一点吗？我不想要对他们的习俗表示不敬。我实在不想吃这种奇怪的东西。这是上层居民的报道，来自第二层，虽然是几年前，但值得一读。有些人试图找到城市的出口，下场凄惨。哦，所以这边是有很多乐谱吗？哦，这边是后面。城市设计，请敲门，等候我开门。敲门。Hello， 超没礼貌。哎，他去哪里了？乐谱。这里有一张外界的照片。我们原本是设计成奴隶，但自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二十五亿天起，我们有了灵魂。希望有一天外界者会找到离开这个地狱的路。地狱啊。我之前在玩《Cyberpunk 2077》的时候，就是里面有个僧侣，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，
他说，怎么样定义一个东西是否有灵魂？那这个定义源自于他能不能感受到痛苦。所以，如果这群机器人他们现在觉得生活在这里很痛苦的话，那就代表说他们有灵魂。你来找 Atoll 吗？他就在那里，他就叫 Atoll。你想去外界？祝你好运！就我看来，那是天方夜谭。这家伙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奇怪的 Apple 吗？这里，他在2楼。哦，他好厉害的感觉。Hello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想去外界？祝你好运！就我看来是天方夜谭。我把你弄乱，我是猫咪，做什么都是可以被原谅的。这棵树真是科学的奇迹。人类的智慧居然有办法创造不用阳光也能茂盛生长的植物，太厉害了！有机生命需要树木来净化人的空气，机器人没有这种需求，但他们依然在照料树木。人类会希望他们这么做。抓抓抓抓！这边那是玻璃，这个呢？好诶，这样我就可以出去了吧？这里呢？其实这边到，这边其实路很多啊，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在寻找乐谱来演奏吉他以增加气氛，你在附近有找到任何乐谱，把它带给我，我就住在电梯附近。所以有人要收集这个乐谱，人类安息吧，咪咪。人类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，看来都死了。你觉得死亡是什么感觉？由我来说，或许很蠢，但他们真的安息了吗？我死的时候能安息吗？我不知道对人工智慧来说死亡有什么感觉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让气氛变得这么僵。我们走吧。478里的围巾，这样可以打发时间。如果你带些电线给我，我可以帮你做一件斗篷。你给了我灵感，但这一带不容易找到适合的材料，很漂亮，不过看起来有点怪。我身上好像有那个，对不对？奶奶做的这些衣服给我，很时髦吧？一片蓝天，感觉真怪。你想要什么吗？
哦，这次像摸摸那样的外界者，好吧，祝你好运。清洁剂对不对？我做能量饮料。好。三罐，我没有三罐。这里呢？一名音乐家，但没有任何歌曲。给你名义，听起来很酷，来听我演奏。请先杀死一只猫。进位由一连串的零跟一组成，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解开这组密码，这可能跟保险箱有关。我要怎么看？看不懂。退出，算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。好好，感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晚安，晚安。